哎，来来来，哦，终于有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意思的。刚刚本来第一时间妙方要把麦克风给侯友宜，侯友宜他没有拿。哦，在前面的时候，后来这个人就拿了自己讲了，讲了之后，后来有人撤场了，撤场开始转一边，然后记者开始调另外一边，就是他正式开始对大家谈话之后，主委说我要蓝白合啦。哦，然后这个顺手要把麦拿给柯文哲，就柯文哲客气哦，我第一次看他客气哦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冇紧冇紧，你先回讲。”哦，然后他就把麦克风递给主委，主委要把麦克风递给侯友宜。好，那你有看过侯友宜的场子就知道，侯友宜每次遇到这种状况都会叫别人啊，冇紧你讲你讲。哦，所以我只有看过一种，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啊，红包有没有，哎呦，你要买啦买啦买啦这啦，有没有大人有没有？哦，红包在那边推来推去。哦，就现在改不一样啊、哦！跑到庙里面是麦克风推来推去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我要跟你讲啊！哦，哦，就这个叫什么？至少是善意啦，好不好？有善意出来了。好，来，没有，有没有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，来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来，麦克风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。来来，柯文哲本来想讲哦，愣一下说买买买买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他们说，妙方说，谁先来先讲啦，因为两个推来推去啦。啊，柯文哲先来，柯文哲先讲啦，哦。
头发虽然老了，都拜拜的时候都往屁股打两下，叹一气。我这刚要出门的时候，身体也打到，因为我上面出门，烈阳那种火流的气。咱是台湾人，做人爱重情重义，无气度，爱有家己人的气口，穿甲衣裤头前秀容好，但是。所以我出门的时阵，我嘛甲讲句话：高兵你满天下，高人天下就是你的啦。但边仔交什么种朋友，你要有劲，不是无山无劲哦，你要有劲。我马上我出话，我就出。突然是，后以前面在讲观光啦。好，观光那个就是在讲宜兰，现在观光人变少了，我直接帮你纳重点了，划重点了，好不好？第二段说交朋友要慎选，要重情重义的，要讲信用的啦，比武唔通欧北高啦。跟谁讲话？侯友宜说：“你朋友唔通欧北高啊。”然后这个他在跟哪一位讲话？麦甲郭台铭啦，朋友麦欧北熟啦。各位听懂了吗？哦，他是在跟柯文哲喊话嘛，讲白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不要用我身体手拼着方式，上天嘛就是我可以领导啊，拢是我经产兄弟替我。现在我出行旅行时阵，我定搞物件就讲一句话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看看最后面有没有访问。我、哦、这个活动也很长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好，各位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边，但是我还要让各位最后一点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就是说我刚刚给各位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，就在讲蓝白河这件事情今天一个最新进展。有时候你不要看热闹，你要看门道，讲话不重要，之间互动。那显然之间这边是有高度善意，但是哦，这个侯友宜还是要不忘倒靠他一把。为什么？因为柯文哲还是在跟郭台铭见面，哦，这是重点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今天到底对于这个蓝白会合不合的现况，谁最紧张？有一位小朋友哦，最紧张。OK， 来就是赖清德先生，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今天到底有多紧张。最后一点时间，我迅速让你来看，因为这很快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台湾这个海岛国家跟。来哦。完整的国政蓝图，来这边，就这边，问他蓝白合。有一些团体上街头，希望说中正纪念堂转型，你想不要用思维沟通来当借口，请问一下你当总统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是，这个未来我会多方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，那拟定一个最妥适、最有共识的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。那不怎么看蓝白和政党协商？昨天说要推动第三波的民主改革，那这样也会影响到你未来的选举策略吗？好，我相信自从选举以来啊，社会大众应该已经看到，我负责任的为了台湾的前途，提出完整的国政蓝图。好，来，赖清德说他提出国政蓝图，我给各位直接下个结论：赖清德叫四大皆空。他是法号四大皆空，为什么？能源政策是什么？空的，延续蔡英文。两岸政策是什么？没有，空的，延续蔡英文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包括什么什么经济啦，什么内政啊？赖清德截至目前为止，社宅喊200,000户也是假的，交通安全说绿红灯停绿灯行也是空的，四大政策全部都空的，四大皆空。啊、他说我提出很破化的蓝图，没有看到，好不好？继续。社会大众应该也看到了蓝白的企图了。今天蓝白之所以谈和，是因为不管蓝或者是白，都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。赖清德说，为什么蓝白要和？是因为他们不是主流民意。
笑死人！那个民调只有33%，然后跟大家讨论说什么叫做主流民意？主流民意就是有67%的人都不想投你，都想让你下台，都想让你滚蛋。67%的人，而蓝跟白都是同一群人，都是同一批支持者。这一群人有个名字叫做反对要下架民进党。那笑死人了！60%的民意反对你，你还好意思说60%的人不是主流民意？就全天下只有你赖清德脸皮这么厚？啊，更像是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。那至于昨天他们所谓的共识啊，我大概只有一句话，就是空，对我后续的竞选活动不会有任何影响。来，跟我再听看一次。至于昨天他们所谓的共识啊，我大概只有一句话，就是空。哎，对，好，我看到这个我就直接一个字好不好？赖清德在自介，自我介绍。啊，你管蓝白合空不空啊？关你屁事啊！到底蓝跟白要不要合，关你屁事啊？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不好？你自己党内分裂，然后民调30%，没人在理你，然后你还管人家还在那边空。你的政策才叫四大皆空，你的头脑才空空，你的所有言行到现在为止提出来的概念都是空的，被学生问到倒，然后你的回答也是脑袋放空。所以赖清德，你如果要谈空这个字，先去看看自己被学生问倒的影片，先看看自己在什么社宅、能源、两岸、外还有交通安全的政策，你全家好不好？你才是空的。就这样，好，我们今天就用赖清德，我们用我们的空德做一个结束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GABA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